昨天，苏三省抓住了杜欢乐，而且杜欢乐已经招供了。他要和一名代号医生的中共交通线负责人在这里接头。如果我们能逮到那个代号叫医生的，一定就可以逮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麻雀。我会想办法把苏三省支开，你带人一定要包围这里，枪在他前面，把这条大鱼给我逮着。没想到是你。难道你就不怕我在这酒里下毒吗？既然影佐将军已经说了以礼节相待，应该不会做出下毒这种失身份之事。况且你应该舍不得这么快就毒死我。哎呀，果然聪明。来，李小姐，我敬你一杯。好，让我们聊一点正经事。我最感兴趣的呀，就是你是通过什么手段把我们特工总部这几个最精英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呢？您言过了，没有那么复杂。一开始，我只是借助追求陈深，来掩护自己的身份，从而接近特工总部行动处的诸位高人。我一直想从陈深那里获取点情报，只可惜他心有所属，对我并不在意。心有所属？你是说他还有别的中意的女人吗？没错，他中意的人正是您的表外甥女徐碧城。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接着说。大家都知道徐碧城是军统的特务，虽然陈深对我并不在意，但是我借着陈深的关系，哦对了，还有毕太太一力促成。我跟徐碧城成了邻居，徐碧城倒是很愿意跟我分享他拿到的情报，我们一起利用陈深，让陈深不知不觉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只可惜徐碧城和唐山海暴露得太快，不过作为同志，我也投桃报李。在他们暴露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原来是你在医院里面泄露了情报。苏所长，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未必有办法把情报送出去。我怎么帮你了？我是唯一一个能把情报送出去的人。你那么积极地把我送到医院，我当然要感谢你。不过诸位机智过人，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过我。
当时是这个情况吗？嗯，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再来说说我跟毕处长的渊源吧。 毕处长的太太刘兰芝对陈深特别关心，急于让陈深成亲，我就利用这一点跟他打成了一片，也借助刘兰芝这座桥，搭上了毕处长这条线。李小楠，你不光戏演得好，你编得也蛮好的。 毕处长在福寿堂那点小股份，跟李主任这位大股东当然没法比。不过上个月，毕处长让陈深在十六铺码头的红记善堂花了七成的价钱买了一批鸦片，再转手卖给了福寿堂，应该没少赚钱吧？ 不过红记善堂也不是吃素的，他为什么会花七成的价钱卖给毕处长一批鸦片呢？当然是因为我在中间给了他足够的好处。毕处长是个聪明人，他为了答谢我。 把军统出卖我们的情报透露给了我，不然我在红磨坊咖啡馆早就失手被擒了。李小楠，你变得越来越离谱了，是吧？事实就是这样的。陈深是个胸无大志的滑头。 他也许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不过他知道，毕忠良都知道，所以他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还要拿我当幌子，隔着唐山海。 仍然能跟徐碧城眉目传情。毕处长是个聪明人，不过他上头有李主任压着。再说，苏三省现在风头正劲。 有时候他也会觉得不得志，怎么办呢？捞点钱，或者跟中共，或者军统的人。 暗中眉目传情，也许能给自己留条后路。李小楠，你是越变越离谱了，对吧？再来说说苏三省吧。 他一直追求我，对我死心塌地。 让他帮我办点事情，再容易不过了。李小楠，我告诉你，杜欢乐就是我抓的。
你是他供出来的，你。如果要不是有人暗中阻挠的话，抓你的人就是我。是啊，我唯一没有想到的一点。 就是你追不到我，由爱生恨，你竟然下这种毒手来抓我，来向日本人邀功。幸亏你不是第一个赶到，否则……否则什么？你一定第一时间开枪灭我的口。 李小姐，我真是太佩服你了。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堪比我们的川岛丰子。陈深此刻十分清楚，李小楠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混淆视听，减轻他身上的嫌疑。但是陈深知道，他已经决然踏上了自我牺牲的不归路。 这是怎样的勇敢！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不会想给他留下任何活路，而他跟沈秋霞一样，正用他自己的牺牲来掩护自己的潜伏，让他继续着他的信仰和未竟的事业。 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些寿司都是我亲手做的。他们在做的几位都没有机会品尝到的。我跟你说，如果你帮我找出真正的麻雀，你非但不用承担以前所有的罪过，你还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誉。如果你跟我耍滑头，那么我也会让你知道。 三位，听了李小楠的一番供述，你们应该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吧？啊，苏所长，你有话要说，还是毕处长先说吧。也好，那就一个一个说吧。嗯，毕处长，是，你先说。 李小楠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活动这么长时间还不被发现，足见其心机之深
不是一般常人可比的，所以他今天说出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会觉得惊讶。老毕说的没错，他从一开始接近我们，就应该已经做好了会暴露的准备。他会费尽心思的去搜罗我们的把柄，留下似是而非的证据，好给他自己在关键时候留条后路。就算活不下去，拉下几个垫背的，重创特工总部。对，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圈套，是给我们下的套子。难得他众口一词啊！那你们说，我是应该相信他呢，还是应该相信你们呢？忠良愿意全力配合影佐将军的调查，以示自己的清白。李主任，在。我命令你彻查此案。是。我不想冤枉一个功臣，但是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一条蛀虫。明白。三位，对不住了。今天晚上必须留在行动处，接受调查。是。头儿，这两天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买。哎呀，没事儿，不出去就不出去，反正你就住这儿嘛，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去把门关上。头儿，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我一定帮你。那如果是掉脑袋的事儿，你还愿意帮我吗？啥事儿？帮我去找徐碧城。徐碧城是你藏起来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李小丹是医生。既然我知道了，我就不能够坐以待毙。所以我得救他，也是救我自己。现在只有你能帮我。英佐将军高见，李小楠的供词有几分是真的？麻雀会不会就是在毕忠良、陈深，还有苏三省他们三个人之间呢？这个女人所说的话真假参半呢，我想她是为了混淆视听，掩护那个真正的潜伏者，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出结论。将军的意思是静观其变。真正的麻雀此刻绝不会坐以待毙的，即便他现在关在了行动处，可他也会指挥其他人伺机行动。所以近期你要密切关注那些跟毕忠良、陈深和苏三省接触的人，顺藤摸瓜。明白了，谁最先有动作，谁就最有可能是麻雀。处座，我去同仁医院查过了，李小楠入院那天接触过一个叫朱海燕的女护士，跑路了。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跑的？听医生说，就在我们去之前，她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家呢？去查过了吗？去了，晚了一步。我们赶到的时候，房东说她刚搬走，回乡下了。看来这个李小楠果然是有同党，就应该是他同党给他打的这个电话。对不起，哎，先生，你鱼掉了。哦，谢谢。
今天孩子会动了，还踢了我一脚。好，你想什么呢？让你买的鱼呢？不在里面的吗？哪儿有啊？哎，明明买了的。哎哎哎，你大白天的怎么魂不守舍的呀？ 李小姐出大事了！小南居然是地下党。那陈队长又救了徐碧城，又要救小南，那陈队长不会也是地下党吧？我不知道，我没敢问。我这脑袋都是懵的。你说这些人一个个怎么那么厉害？ 多少张面孔，说变就变。我在处里那么长时间没死，我这命大。那你答应帮陈队长了吗？没有，我哪敢。我一说谎腿就抖，我一抖就结结巴。一个个的这么精，也让人看穿了。再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你们孩子怎么断啊？扁头，你说做人是不是应该懂得知恩图报？ 是得懂知恩图报，可是我放心不下您俩。哎呀，听我说呀，你想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陈队长能向你开口吗？你这个时候不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帮他？再说了，陈队长要是死了，以后谁罩着你啊？你得良心上过得去吗？话是这么说，这是掉脑袋的事儿。 没想到小南居然是共党，他可是做了我一直想做都没有做的事。哎，说什么呢？你不知道你老公干嘛的？你还共党？你还想干嘛？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要不然你就另谋分差是吧？说出去别人都叫你汉奸，你好意思吗？难听，现在知道难听了。你早干嘛去了？好啊好啊，我知道你就是混口饭吃。 你不是真的想当汉奸，但是你想啊，有的时候难免为了日本人杀自己人，这是造孽呀。扁头，我们去帮帮小南吧。毕竟我跟他也是姐妹一场，陈队长又对你那么好，姑且不论这些，就算为孩子积德，你也应该帮帮他呀。 那咱就帮他。嗯，你要嫌形势不方便，还有我呀。小南会演戏，你别忘了，我也会。儿子，老爸都为了你啊，出来可千万不能当汉奸。傻样。来听吧，来，听听。主人，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确实是在红善祭堂大药房低价买过一批鸦片，但是李小南从中部差价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我也愿意将全部所得尽数上交，请李主任您责罚。不说钱的事情，李小南说，上次在红磨坊抓捕失败，是你给报的信。在红磨坊的接头人是共党一事，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而且当时我跟主任您一样，我们都希望帮唐山海将功折罪。
我又怎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不愧是毕处长，刚才的言辞理由充分，滴水不漏。忠良只是做到问心无愧。坐。是。忠良，你说这个陈深还有苏三省有没有问题？两个人都有嫌疑。理由？毕竟他们跟李小楠都有扯不清的男女关系。说的对呀。我愿意配合做一切的调查，但是我也有一事相求。说。等一下，我太太兰芝她会过来给我送衣服。您可不可以别跟她讲，我被留下来接受调查这件事情，我怕她。心疼老婆的都是好男人，做男人嘛，理应如此。没问题，我不说。我先去。哎呦，你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嘛？还让我给你送欢喜的衣服，你自己不晓得回家拿的。我这不是临时要赶紧去南京出趟差，手头还有很多文件没办完，所以辛苦了。你怎么还要出？毕太太好。啊，李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没看见你。是我不好意思，跟忠良请教点事情，耽误他回家了。哎呦，没有关系的，你们谈正经事嘛。那我就先回家了，忠良。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暂时还定不下来，等一有消息我马上给你打电话。哦，那我在家等你电话。好嘞，去吧。那个，李主任，那我先告辞了啊。好好好，再见。再会，再会。多谢。走了，走了。扁童，下班回家了？啊，回家陪老婆去了。嘿，你这是欺负我没老婆是吧？就欺负你，谁让你没老婆？再见啊，走好啊。所长，您看您这也聊完了，不行您就回去睡会儿，这边有我呢，您放心。这么着开玩笑的吧？不是，是不是你？啊，不是，什么是不是我？我不是。是不是你把消息卖给了毕忠良？不是，不是我呀，所长。那他们怎么能比我更快的抓到医生，还能伏击我？我也不知道，所长，你不能冤枉我呀。你还记得曾叔是怎么死的吗？知道，强，你最好牢牢记住了，背叛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我知道，所长。回去吧。
人呢？回来了。又干活呢？没，累不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你跟陈队长说了吗？哎呀，先坐。你这不得休息吗？你快告诉我呀。说了，明天你要帮我做的事是找到徐碧城。徐小姐，徐小姐不相信我怎么办？你们见过的。哦，明天把这个给他，他就相信了。嗯，好。哎，喝点水。哎，新鲜的鱼嘞！哎，您看看呐，哎，新鲜的鱼。老夫。对面有个人。等那人跟我走了以后，你再出门。说的都记住了吗？放心吧，我背台词可厉害了。嗯，爸爸走了啊，听话啊，走了，老婆。你慢点骑啊。哎，徐小姐，吃包子啊。谢谢。哎，徐小姐，那个李小姐有好几天没来了吧？嗯，她可能在忙工作。哦，哎呀，她上回跟我说呀，能够帮我搞到便宜的白糖，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帮我弄的。喂，啊，是啊是啊，啊，好好好，哎，徐小姐。电话，哎，好像是那个李小姐，替我问一下啊。喂，喂，徐小姐吗？你是谁？我叫猪猪，是小南在电影厂的同事，也是扁头的老婆，我们见过面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我记得你，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哦，是这样的。现在陈队长和小南都出了点事情，扁头也不太方便出来。出什么事了？具体的事儿还是等徐小姐出来见面再说吧。陈队长说，为了你的安全，最好不要去你住的地方找你。他还给了我一支口琴，说是你送给他的。他有重要的事情让我告诉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相信你。你说小南是中共，还是陈深亲自抓的？现在日本人把陈队长、苏三省和毕处长都关在了行动处，哪也不让去。万一小南扛不住刑讯，陈深不就有大麻烦了？陈队长说，要救小南就得找你。需要我怎么做？前些年，我在交通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你把这把钥匙放到李小南的家里，让日本人搜到。好。另一把钥匙和这本杂志，你把它交给徐碧城，让他放到苏三省的家里。好。就这些，对，就这些。扁头说，这件事情只要徐小姐办妥了，他就有办法救小南了。好，给，这是苏三省家现在的地址。我今天就去办，你下午晚一点给我打电话，等我消息。徐小姐，听说日本人这次盯得可紧了，苏三省家里说不定也有特务盯着，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好的。
我已经知道苏三省姐姐的下落，只要把她控制了，自然会引苏三省出来。她在哪儿？给我找一个地方，把她姐姐带来的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她会相信你吗？我想会的。好，我替你安排。谢谢。三省。哎，这一宿没回来也不突然说一声，真是的。小妹妹，你找谁呀？嫂嫂，你是不是姓苏啊？有一个姐姐让我告诉你，苏三省有危险，你家对面那个男人已经盯了你一晚上了。姐姐让你马上去明星电影公司找他。